你得病了吗？这梵音谷哪个人要比得上神官的血？我来救你。以后你就睡在这上面，不用再睡到草地上了。虽然你长在蛇窝里，但却不是条蛇，你是比翼鸟族的公主，所以你必须得有名字。既然你父母不愿意给你起，那我给你起可好？阿兰惹，这是你的名字。如果以后我说这三个字，就代表我在叫你，知道了吗？阿兰惹。我是沈夜，是你的表哥。你是阿兰惹。乡里阿兰惹，阿兰惹，阿兰惹，过几日表哥就要去闭关长修了，虽一拖再拖，可终究还是躲不过，我必须要履行一个神官长的责任。阿兰惹，等表哥走后，可能就无人照顾你了。你要是饿了，就吃四季果的果子；渴了，就喝解油泉的泉水。万不能再以蛇血为生，明白了吗？嗯。表哥一定会回来的。等我当上了神官长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，阿兰惹。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他们不要你，你还有我呢。就结束了，阿兰惹，你现在可好？
表哥，等等。表哥，神宫的事情还忙吗？对了，你有没有见过阿兰惹呀？上次我跟菊诺姐姐在花园玩，她居然想跟我们一起玩。阿兰惹？嗯。她回来了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今日在大殿之上，父君有意将阿兰惹许配给西泽大人。你说什么？她要嫁给我师父？阿兰若。